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批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这个小横纹就叫做外遇纹。这种纹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小横纹不是长在尾端，而是婚姻线开始的上下方都有小横纹，那可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意思了。不论早婚晚婚，婚姻均将单纯美满。横纹长在婚姻线下方，外遇对象为婚前就认识的朋友。横纹长在婚姻线上方，外遇对象是婚后才新交的朋友。这是老祖宗的说法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,66723319。